夫妻之间但凡有这三个迹象，说明两个人缘分已尽，赶紧对照一下，看看你们有没有。第一，相互漠视，毫不关心，双方都变得不在乎了，不管对方遇到什么事儿，都是处于一种旁观者的心态来看待，既不发表意见，也不做任何的关心，跟自己毫无关系，自己有任何事也不想让对方知道，心里明白他知道的也没用。第二，无话可说，相互嫌弃，你们待在一起时间越来越少，甚至两三天都说不上几句话，一说话就争执，吵完了也不解决问题，谁也不搭理谁，慢慢的就懒得再交流，不给对方好脸色。第三，长期分居不愿联系，分开几个月没有一通电话和信息，也不再关心他几点回家回不回家，一切都无所谓了，婚姻对你们来说只是一个名分而已，这代表你们双方对这段感情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，也说明这段婚姻即将走到尽头。